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其实想说好，等一下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想说哇，他们真的好新哦。对，这也是我当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在这之前我很少跟科班以外的学生们工作。那科技系的就是在高考成团，就是超过10年的一个预考组合，然后今年是下个节高兴有机会跟高科大联合作，就是来筹办这个校庆典礼中十五道题的音乐剧。这是第三次参加音乐剧的排练了，因为而且我都是带我的朋友一起来，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像之前两次那样子那么紧张或陌生这样。我对我唱歌是没有什么自信和想法，对。你用是什么系统？应用英语系。啊，也是，就同学一起。唱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和我一起演的同学们，他们都是歌唱比赛出来的，但是我不是。我唱不好的时候会压力很大，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厉害。我觉得高科大是一个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跟人文教育的学校，而在今年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作为高雄的剧团跟学校有产生在地的连结，然后在校庆这么大的场合上面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所以看到这些同学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里头我相信他们应该有得到一些乐趣，我希望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开始。从开排到现在，我觉得高科大学生真的是蛮认真的，就是在每一次的排练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明显的进步，以及你知道他们有在回家之后是非常苦力的。我觉得这是我在每一次看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好，我幸好遇到了这一群就是学生们。吴老师他会给我们一些就是信任的游戏，然后来让我们这之间建立默契还有信任感。一路上就其实大家想要把这个默契培养得很好，然后我们就是会用一些方式来培养属于我们的默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这是蛮荣幸可以受到唱歌集还有高科大的邀请，一起来完成想象剧中未来的一个音乐剧的小品。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因为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学生一起创作一个小作品。虽然我们的排练工作时间其实相当短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完成这件事情。觉得是，这可能就是剧场或者是戏剧给人的一种魅力吧。